好去到第四節啊，係嘛？係第四節啊，係26-17啊。仲係第三節喎，頭先嗰一節輸咗18分嘛，要反俾對方係咁攞分啊。哇！前兩支又攞，要攞個 cam 周圍走。打好曬，無風曬佢。係啦，好，好三兩分嘅，冇籃板啊！呢個一路賴㗎。打好俾翻呢個廿一號咯。前邊入位，前邊入位。要前邊入位入波，要前邊入位。你入波，你要停佢，俾一手要停佢。好啦，呢個啊，打翻，等等，得到得到。出去走步啊！第一到白色開波啦！兩個底，冇啊！朱古力持球三米入步，兩分入。兩米入。哎呀，俾人偷埋喎！一轉頭，唔知俾邊個偷埋，真係狗偷波啊！好靚啊，左手傳得靚啊！海山俾翻呢個大同啱曬啦，高低位。280。28-19啊！係咯 ，OK 啊嘛，控制嗰、那個對，即係嗰啲捕捉都 OK 啊。除咗機係啊，對焦，即係都，但係都可以掌控到佢嘅，即係可以掌握到佢嘅，即係可以駕馭到佢嘅，唔得嘅，又未可以一時時嘅。好近嗰啲就可能好難，即係重點一就都冇。即係連佢可能最重要嗰一陣，一開台呢個，哦，即係可能一開就會走。一、二、三。頭先個訓練就掌握個對焦嘛，除咗即係令你哋學掌握個對焦。19-28，7:40啊！進攻時間八秒。5秒，四。兩百人嘅。收到。十六號球，最尾16號球。又開波啦！哇，好勁啊！呢個傅老師，可以前後呢個二檔。
講七十一名。見望手勢，你知望邊個位置啊？覺得望邊個位置？靚傳啦呢球啊，轉身都轉得靚喎，其實勾手唔到，勾唔到個位啫啊！四分鐘啊，爭十分多又有追喎啊！朱古力啊，前晚俾 KK 大高啊，十九球波。死鬼到啊！九啊九啊！都話對住教練有少少啊 ！KK 啊，都冇乜氣啦，開始不過打得好好啊！呢一場比賽，阿朱古力都唔錯啊，今場好有回力噶，朱古力啊！大同俾翻呢個三十四號 KK 啊，再做兩分入啊！真係搞到啦！呢球都高難度啊，對邊咁車過啊？一分四十秒，準備。入得入得入得，笑笑口啊，俾我換出啊！打得唔好啦，俾教練換出啊，真係好現實噶，呢個籃球場都咁。
13:19啊，剩一分十五秒啊。兩分啫喎，你以為三分？一分鐘，好提示啊！呢、這個收起啊，轉身啊，兩分啊，爭少少啊，要籃板，分低咗一件啊，準備停，45秒。45秒，去到呢個倒數嘅階段啦，冇辦法啊，次次都係升班馬，都係同呢個上屆冠軍實力爭少少啊，少少啫。好啦 ，K K 啊，準備隻手冇離開啊，30秒，呢隻手啊，唔係呢隻手。你又都係見到。8秒7 5秒3 4 5秒3 去個廁所。影埋一手嚟，35-21。卡姐啊！卡姐勝。係啊，卡姐好射得啊！恭喜啊！第一場。